下一首歌曲呢，跟这个地方很有关系，因为其实我就是在这里参加了一个活动，叫做老屋音乐会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然后我参加的那个活动也是看到很多的客家的前辈们在唱，就是客家歌，然后在那个老就在那个老屋的前面唱歌，然后我那时候是来听歌的，还不会写客家歌，然后看到那个表演，觉得非常的感动，觉得哇，真的很久没有这种，就是可以在老屋前面，然后一家大小呢，可能真的就是像现在一样在吃团圆饭，那我就是觉得。可以把这样子的景象呢，把它写下来。我把，就是我希望可以，我们偶尔都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屋，看看自己的，阿公阿婆都好。就是写下这首歌，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，叫做《老屋》。
最后一首歌曲，那也是最近刚写的新歌。那这首歌呢是写给我的爸爸的歌，因为小时候呢，我很常跟我的爸爸一起去，就是。